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Assetto Corsa TRP 积分赛第一站，各位车手投稿的精彩片段。首先，先来看一下谢老板在排位快结束时拿下本次岗位的最佳单圈。不过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系统 bug， 谢老板并没有在岗位起跑。比赛就要开始了，起跑！后面发生碰撞，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。第一个外线老板没能成功守住内线，被歪歪从内线超车。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刚刚起跑的状况，这边是翔哥的视角，灯灭，杰哥起跑打滑，翔哥为了闪避往中间切，被带回来的杰哥撞上，翔哥进到右边路线，陈俊雄来不及躲避，直接撞了上去，后面持续有车冲出赛道。那我们再从后面一点的位置看起，这边是小鹿的视角，起跑，圣修稍微慢了一步，小鹿一样切到中间，企图从中间穿过，前面发生碰撞，小鹿也跟隔壁的天狗发生碰撞，天狗成为本次比赛第一个牺牲品。无路可躲的小鹿撞上杰哥，杰哥再撞上我，最后冲出赛道。我们再次回到前方，第一个弯就被超车的谢老板现在是努力的追上 YY。过两个弯更漂亮的路线，已经成功紧咬了 YY 的尾巴。似乎因为网络状况的关系，两个人都有一点点瞬移。这样瞬移的情况下开车，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谢老板没有切外线，准备从内线进攻吗？直杀进攻，很可惜马上被 YY 超回来，后面的翔哥也跟上了他们。谢老板夹在中间，
第一圈准备结束，回到终点前的大直线。两个人在直线上似乎不相上下，毕竟是同一台车。距离似乎又拉开了一点，又是这个弯弯的路线，又稍微向外偏了，没有碰到 Apex， 七老板的机会要来了吗？机会来了，弯弯向外偏了。跑出赛道了，超车成功。接下来是我的视角，我趁着前面的陈祖总失误的时候往前了一米，可惜我的速度实在是慢太多了，第二圈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要几乎被追上。进入大直线，成功的拉开了一点点距离。很可惜，我在第一个弯路线没有走好，马上被贴近，到完全咬住。我企图在这边防守内线。我就这样被撞飞了。我们再回到前面，事件几乎都是在前面发生的。这边是翔哥的视角，看着前面谢老板超歪歪的过程，谢老板超车的机会，再看一遍。翔哥也趁机超过了歪歪。很可惜，到直线又被超回去了。他们可以再瞬移耶，我觉得他冲到我快在这时候因为网络状况的关系不断的瞬移，开美车吧，没有到那么近，是一个令人非常紧张的状况，因为不知道他车子实际上在哪里。进入第三圈，挡住你！翔哥和歪歪的距离逐渐被拉开，这一段就到这边结束。我还要停下来十秒。然后再来看一段我跟翔哥差一点发生碰撞的片段。吓死了！你想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正常的下车而已。
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站比赛所有投稿的精彩画面。企图在画面中讲一点东西，好像都不太知道要讲什么哎，好难哦！如果有人可以给我一点建议的话，超欢迎，留言在下面给我吧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订阅七小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